是两坛荷花蕊都喝了。醒醒，芙蓉，醒醒。芙蓉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待你一直都是真心的，你让我等等，你说让我不要伤害刘如意，我也做到，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？为什么这么狠心？为什么这么狠心？触碰穿越千年的一字一画，寻我中埋藏多少？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